Hello， 大家好，这两天又要开始健检账号啦。那我们今天青铜组第五集呢，上线的时候先把限制解除，先弄到四颗星吧。战力也快到60了哦，到了61万啦，目前攻击力132,900。然后这个天赋呢，我目前也点了很多了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到竞技场来看一下，昨天结束的时候那两名选手有没有打我们呢？哎呦，爆破狂人哈迪，我看一下哦，还真的是有打我们啊，这个防守的就是了，还两个各打一次，打一场就放弃。哦，这速度是谁快？哎，他哦，这个是我啊，这个我的速度比较快。我不过他只有打一场就放弃了。哎，他这样子当然是打不赢啊，他放在前排怎么可能会赢啊？是吧？还晕眩起来了，这够惨啊！这晕眩起来更不用看了，应该是好几次，一回合好几次要扣血。那另外一个人，110万，我们是右边的，我还是比他快，然后他是放在后面，所以你看他这个速度啊，谁快的话都是一直都是这样子，优势就比较多。然后他可以比我快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提升。好了。不打是吧？走，那不打我们就直接到黄金组了。白银组也没有能打的，好不好？这不能打。这边有一个160万，就是刚刚跟我们有交手过的81级索尼克，奇怪了。走之前再靠他一下，好不好？走之前再靠人家一下，不是他的战力那么高，他速度怎么比我还慢？我们的伤害今天打得还好。好，那么这个灼烧现场也不看了，我们直接去打到黄金组晋级。走，黄金组第一个是睫毛，然后第三个是吹血嘛，第二个是谁啊？又忘掉了。第二个是，也不是蛇咬拳，是喷射小子吗？也不是啊。第二个是谁啊？你们记得吗？我每次都忘了。第二个是谁啊？蛇咬拳吗？诶，第二个是吹血，那第三个是谁啊？第三个是蛇咬拳，是不是？因为钻石组是囚犯嘛。我这个过一个月都忘掉了。你依序排，哎，对，是蛇咬拳没有错，我还记得。打这个索尼克啊，如果你没有对手跟我们玩，我们就会很无聊，对不对？你至少要一来一往啊，不然就像单机版游戏。我的天！真的是我的天哪！好，没有关系，我们从这个之中吧，先往前爬，然后100名之前看有什么对手，没有直接杀到钻石了，不等了，直接到钻石了，没有一个能打的，不是我们瞧不起别人啊，就没有人的，没有可以打的嘛，对吧？这边可以打 ，OK， 834名，真奇怪，这个伺服器，我下个月我不要来这个伺服器，我要换个伺服器了，这伺服器太弱了，没有人打。哎，没有人要玩，很失望啊，是吧？有了，这边一个45万，金属骑士打不过我们，这边有一个53万，这个也打不过我们，这索尼克蓝色的怎么可能打赢我们？是吧？我们再往前 ，OK， 627名，我等一下回来。真的是没有对手跟我们玩，我们只能到钻石组啦，这个黄金组打到100多名都没有看到一个对手。哎呦，101，我们再刷一次，刷到9字头，然后直接到钻石咯。哇，这个黄金一级就直接跳过了，而且根本就没有能看的嘛，就是没有能打的。哎，好了，到钻石了，你太快了吧，整个黄金都没有对手，钻石就有了，钻石是一大堆。没办法了，好，我们往前。所以说你们看，每次玩这种游戏基本上呢，你要跟人家一来一往，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不打架，你完全不打架的话，讲真的，这拍影片也很无聊，是吧？你要打起来嘛，一来一往他们就不好战，不好战也没有办法，都等他们24小时都不打，就我一个在打。好了，到钻石组了，那我们这边也拿到了丰富的奖励，2000多钻石了，看一下，这里应该要有了，先往前，好吧，先往前，
173，也吃到120钻石了。真的要暂停一下来，等专属武器出来哦，休息一天，专属武器出来抽一把继续打。哦，有了150万，还是要跑到钻石组，又是金属骑士啊，那也好吧，看一下他的金属骑士速度有没有我们快。他没有我们快，基本上好像都没得玩哦，已经试好多次了。你看他放后面啊，他没得玩啊。索尼克的超级燃烧他没得玩，藏在后面也是。冒火，你没有冒，等一下也给你补上去。哇，这黑光蹦掉了。哇，不是吧，你个铜帝都可以把金属骑士给晕起来啊，这太强了。太多的单体的就给你晕起来了。我说金属骑士也是很倒霉，对不对？很倒霉。哎呀喂呀，有没有到后面的话就没有办法给他灼烧了？他这场是他倒霉，本来他有概率可以赢的。萌新玩家，哎，我怎么还在笑人家？怎么那么坏？哎，高手很多，有啦有啦有高手的啦。就怕没高手而已，这个都是带了一只现实角色背心大师。哇哇哇，那这两场这带两只哎，是吧？这越战五倍，越战五倍哦，看一下可不可以拿下来。好，你看他这个僵尸侠是旧的嘛，所以是背心大师。好，那么上面那排就放药仔，药仔给他撞没有关系啊，药仔很强的。看一下，这场如果赢的话，就代表索尼克有一点点哇，有一点点基础，没什么好哇，他背心在中间。哇，这速度也太快了吧，对不对？这速度，那这小弟撑得住啊？哎呦，好像跟之前不大一样，背心还有反伤。哇哇哇哇哇，反成一团。那个什么什么什么，等一下，哎呀喂，哎呀，果然是越级失败。再来再来，啊，我这就是要这种对手才好玩嘛。难怪每天最近拍影片，原来不是我拍的不好，是战斗整个太闷了嘛。那你就来几个能打的嘛，好战的嘛，氪金的嘛，是吧？就是要惹我生气。好了，再来，钻石就是要吃嘛，对不对？放身上是干嘛？可以升值是不是？这次76万，他的背心大师怎么写那么厚？哇哇哇！这几个还是只有药仔能看，你看药仔弟弟王啊，不得了啊！哎呀哎呀，这索尼克刚刚扣钱扣不少哦。这战术要换一下位置，我现在是在看一下，再看一下，啊，换也没有用了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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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哇，这个小弟也可以闪避掉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啊，这个，哎，背心大师还那么厉害，这个跟战力有点关系啊，我们把攻击拉上去他就倒了，相信我了，他撑不住了，现在攻击太低而已啊，好不好？那么，走，去看一下。技能啊，什么都提高，你要先弄高再 PK 了啊！走走走。咦，本来不是有一个那个可以直接升级的按钮啊，还不会那么早出来哦，还要往上升。三是蓝色索尼克，这个要快，你要快点升，不然这材料呢，你每天要刷，是吧？今天能升多少就升到上面去，应该是到紫色，橙色应该到不了。我现在打到第十关嘛，橙色应该是到不了。我们平常可以不挑衅啊，但是拍这个你不挑衅简直是，对不对？我们又不是来这边下棋的，来这边打架的。47，这个50、40，再往上45，然后速度先不用，这个地方，好不好？这个地方我们整个重置掉吧，也不要用锁头了，直接重置，重新再改造一张。哇哇哇！有速度加成啊！漂亮，再一条，攻击力哇！这张卡漂亮，再往上，209、300不够，先升这个，这个再到时候再抽材料，我们再回来。OK， 目前当前14万多了，哇，这到14万多了，越来越快了。还有这个，哇，67万战力啊，再加上去啊，把刚刚那个血流给打趴。打下来，68万，这个合成通通给他合了。OK， 走，出发，15万攻击，马上突飞猛进，
还有奖品可以拿一拿，拿完了之后再去靠他走，你吃到200多钻石了，前面黄金组耗太多钻石了。 OK， 这次这个阵型呢也不改了，因为呢先打，哇，吃到360了，对吧，先打看看看效果怎么样，变15万攻击，我们等一下还是可以发招的，先看一下攻击效果怎么样。哇哇哇哇哇，这次的战力很悬殊，就打96万，不过他的盾牌还在，还没有爆哦。哦，黑光先爆还是一样。哇，这索尼克，哇，这最后一下没有闪掉啊，好可惜啊。哇，他索尼克快倒了，这样子不行啊，好不好，我等到5点钟，我们继续。好了，我们再来锻炼完了，应该是没问题了吧？这个285万这么厉害吗？我这战力到了74万了，本来是越战5倍，变成越战4倍，关键就是你第一斩斩下去的时候力道够不够，你的力道是够不够发挥出来？不过这个背心猛虎的大哥背心，怎么突然忘记叫什么了？背心大师啊，背心大师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兄弟加油啊！哎呦，哎呀，还是差一点，哇，这个闪避都闪不掉，又给他打下去，怎么可能啊？哇，这个我们被虐待的特级终于登场了，不可思议，真的是不可思议。哎，这是什么屡战屡败啊？你干嘛给我屡战屡败的成就啊？退掉啊！我们堂堂的一拳超人，最强之男，今天变成屡战屡败大师。冲啊，同弟，这闪避是不是故障了呢？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光是这对手让我们受不了了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哎呀，哎，倒了一只啊，这个闪不掉。看来背心大师真的是有一套啊，这个反伤就让我们受不了了，是吧？当初就叫你们去抽背心尊者吧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抽嘛？没有，我没有说这句话，我没有要你们抽啦，只是说药材你不要再出来烧了啦，打不赢啦。哎呀，哎呦，这一场进步，哎呦喂啊，哎呀喂，哎呀喂啊，哎，这吃运气的。那个小朋友起打胶，好不好？就这个小朋友起打胶又来了。本场战斗有小朋友起打胶的加持，究竟能不能打赢对手呢？小朋友起打胶 ，OK， 好像进步了。药仔，药仔来了，要帮他加持。小朋友起打胶，好了，哇哇哇哇，这小朋友起打可以啊！哎呀，这运气，哎，因为小朋友没有放过来，但我要介绍战斗啊，这该怎么办？哇哇哇哇哇，我的天，那么痛啊！这原来这么多痛死人啊！难怪没有打赢，难道很正常啊？再打，再过再打，打不赢，那台湾队会打不赢。再来，再打，再不行就出去整理装备，明天再来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厉害的背心尊者？哎呀，我军这边已经是溃败了，这个撑不住，是吧？那堂堂的一个背心，哇哇哇哇，这个不要再来，哇，他痛死了，被摸到一下就不行了。明天打下来，打下来，再抽一次。看看是谁加入我们队伍，我们明天把他打下来。来，本来明天不拍青铜组了，搞成这样子，再来。来，哇，怎么残光胡子？哦，我真的是要气炸了，我真的是要气炸了。是你逼我的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是你逼我的，我买了，拜拜。